Thank you.
小猴哈，这一瞅，你看他妈妈吃啥呢？吃的就是吃这个。主播，你能不能给他握握手啊？可以啊，家人们啊，那个，但是大猴子像咱们眼前这只猴子不能握啊。你看我像我这只猴子，家人们瞅着，我给大家瞅一下子，我这只猴子啊，过来来，来你先下来，来过来过来，上那边来来，好了，等会儿。我刚说完，我身上有一只小猴啊，我刚才把背包放下了啊，它走了啊。等会儿啊，春天会走，小猴啊刚下来就会咬。你看看，它这个猴妈妈很聪明，家人们瞧着，让小猴自己也搁那学着吃呢哈。腿肚那么高啊。它这个大母猴叫春天啊，它那个小猴崽子啊，小猴崽子叫春天啊。
They said this face wouldn't last.